11月2日是追思节，圣约瑟修院旧学友当日早上于圣约瑟修院圣堂举行追思弥撒，弥撒敦请到教区黎鸿星荣休主教以拉丁文主持，刘哲明神父共祭。黎主教在讲道中提醒教友要多纪念这些已亡的主教、神长、修女、亲友及教友们，并要为他们祈祷及诵念玫瑰经，祈求年龄能早日得享永福。黎主教相信他们亦会为我们祈祷。最后，黎主教祈求圣母玛利亚及修院的主保大圣约瑟为我们祈祷。当日弥撒由一众旧修生组成的圣多马斯合唱团咏唱传统的拉丁弥撒曲。弥撒后，一众修院旧修生及在场的教友与神长们大合照后结束。